在108叫做慈悲。像今天啊，早上所讲的，我们人体啊，附体非常多。啊，只要有自己的主观啊，就会被附体。像今天我也看他，啊，叫他们看了，他澳洲人。其实澳洲人呢、啊，给大众讲也不懂，真的附体非常的啊严重哦。就像我们现在附体，啊，在我山寨里面都看见了啊。所以在108名、啊、我在讲这个慈悲啊，讲我们不学佛不讲学佛一定要做到啊。这个来这里养慈悲，第一就是救自己。像我们有50兆的细胞啊，现在看起来就不止了啊，这不止有50兆细胞。所以给大众讲，听了佛啊说起义啊，包括无量寿经来讲啊，我们应该要改变啊。这个改变呢，也给大众讲啊，就越改越慈悲。说世间啊，最大的爱不是爱，是让佛，这句话是真的。像我们的人体是假的，它有时间性的啊。你假如说很爱很爱啊，这个每天想啊，这个就不能够灵敏觉知，不能见性啊。那现在在瑰宝里你也看到了，真正的要灵敏觉知啊，一定要净化。这个什么都骗人，像我学佛学了以后，看了每个家庭看一下，都骗人的啊。每个家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，啊也不懂。今天不是闻到大法，真的不懂。闻到大法以后，才知道这个，啊，世间最大的爱不是爱，而是让佛，啊，通通沉沦啊。啊，所以在这中啊，细数孩子就能看见明白，爱不是慈悲，慈悲不是爱啊。像要给大众讲，这慈悲啊，啊，不死不病。这对自己帮助很大的，啊，像我们现在来讲不死不病，好像是天方夜谭，在相关大法师是非常简单啊，只要你能，啊，听佛的教导，就好像今天早上我在讲啊，啊悟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在于此教育真理，所以我们现在跟佛学真理啊，这个。要知道人生短，而且死掉找不到人。你看现在全世界死这么多人，啊，你去哪边找人？这相关大活子就是不一样，活在这里啊，啊救人，你们来找人就找得到。有福报的人啊，那真的要珍惜啊，不是我们都是靠着佛，啊，应该佛能够找到我们的家亲，啊，佛能找到我们那死去的父母，我们应该要成长。啊，成长的嘛，找回自己，啊，那你是真正的慈悲。假如说我们今天啊，反正啊，我啊做个八场，你给我签了我妈还是我爸啊，这个好像跟你没关系，那你这个损失可大。这不能不懂哦，这个不能不懂啊，给大众讲啊，签了你爸你妈。现在佛在，佛不在，谁接你？要修行哦，啊，你不修行啊，绝对不能见性的。那修行的慈悲，啊，越养越慈悲，看到人慈悲，能帮助我，我们开悟的。啊，说爱不是慈悲，慈悲不是爱，那是人。讲究感情这个事啊，这最麻烦。像我学我才知道，这世间怎么这么啊没有佛的教育。我念了无量寿经啊，才知道佛的浩瀚。像你们念无量寿经念那么久，又讲经讲无量寿经这么久，
不晓得佛啊所教导的。像我们啊人无助啊，一个抓人啊，我抓老婆抓老公抓小孩，不能了生死的。今天我们来学佛啊，真正的慈悲啊，佛救了我的家亲啊，我也要来救人，那我告诉你是真是慈悲。假如说啊，佛应该救我，你一点都不学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是愚痴就狂妄，这不能不懂啊。那就是靠佛了，不靠自己的。那我也讲过了，你不能靠他，你能学他一生的本事，你要靠他没办法，这是真理。像这么好的佛法，我们来不见性呢、啊？你不是愚痴就是狂妄。所以世人讲究感情这件事，但若修行人谈上感情，那不是修行，也不会清净。只要你看了女人不能忘掉，你这个人已经没用了。还是你看了这男人啊，不能忘掉，你也没用了，你不可能见性的。这个假身在世界很短的，你再搞忘不了这个人，那你就输了。这不能不懂啊。像啊，早上佛也讲，过去心不可得啊。啊，你今年几岁啊？28、27没有了，你还有27，啊，这过去不可能见性的。像我们修行净土啊，领悟了，很多人做不到的。你做得到是救你哦，不是救别人的。所以真正的修行，跳脱大爱的假象。像我们现在啊，岁数也一大把了，哪有天下不散的宴席？看电影演的很多，大家族太多了。哪个还在呀、啊？啊，这不能不懂，因为大爱还是在时间之下，而慈悲是虚，意思是，什么叫做虚跟实？啊，像我们的人体呀、啊，它是借用的，现在我们的境界要提升了。用这人体七情五欲啊，身体的波动啊，人越慈悲越慈啊，能够不动了，你就被救了。所以慈悲虚亦是实，重要是能够无量边缘慈悲，才能够真正帮助于利益众生啊，慈悲才能做起啊十法界中的拯救身份，很重要。像啊，在相关大佛师中弟子比丘不就占到最大的便宜哦。啊，假如不精进了，你就输掉了，而且时间不留人的嘞。像我们今天看到前面这一篇呢、啊，护体都在护体，啊，一有思维就护体，很可怕的嘞。像给大众讲啊，人道不学佛，没有智慧，身体就不是你了。现在佛把这个密码打开啊，每个人都附体，没一个没有附体。越聪明附体越多，那怎么讲？越聪明越附体越多，聪明啊不是正的，不是真理啊，都在附体。这不是佛解开，我们也不懂。到现在学佛才知道，这事情可严重了。原来我们人到身体啊，
装带了五十兆的重力，都是你过去生的都在里面了。那为什么要学佛呢？调心啊，把心调到真理，把心调到慈悲。这个给大众讲啊，一句啊俗语在讲，诸恶莫作众生奉行，那你就不会被附体了。可是现在啊，你们都半百啊，都二十三十了，资讯越多啊，附体越多，人形就变了。那现在还来得及，来得及，看你是聪明还是笨，来得及啊，真正的净化自己，找回自信可以的。像我们呢，福报大，活在这里啊，只要我们呢，真正的慈悲，真正跟佛学，就把自己给救了啊！所以慈悲才能真正帮助以利益众生啊，慈悲才能够做起十法界中的拯救身份啊，帮助他人也要靠智慧啊，因为现实遇上一些困难不一定能解决，所以要学我，我们要学我，修行很重要的。所以这个佛啊，叫我们修行，认识自己啊，你这次来这世界不是这样就过了。像我们人道来讲，今天你不修行啊，晚希望大部分你心做好也在轨道。你没看到一族房屋都心很好的嘞，都对社会做出了很好，在轨道。所以当义主啊，活慈悲啊，给他们每个法会有六十位义主，他们才能脱胎换骨啊，不然轨道不可能翻身的啦，很难翻身的啦。像您来讲，二十八重天就很难修，没有身体不好修，何况是轨道是蒙迷蒙不清的，这很严肃的问题。所以帮助他人也要靠智慧，因现实遇上的困难不一定是容易解决，但与智慧配合真理，从中所作不谈论感情，能做到这里，你已经成佛了，已经进来一半了。假如说我们今天男女之间会波动，我告诉你，这辈子不可能去西方。啊，你在世间在人干，人听福啊！啊，不自己不能脱胎换骨的嘞。所以，那么所有行前都会是最真实的真实。啊，不会助害，亦不会止于世间。真正能有智慧，可以开场行方向。像这个开场行方向，什么叫做开？啊，唱戏方向，像你们这个现在人道来讲，忧郁症很多，啊，躁郁症也多。那为什么忧郁症、躁郁症都做不出来？啊，怎么做不出来？人道很麻烦的来。啊，假如被附体啊，就像迷魂症，这走也不出来，这走不出来，看了太多了。像我们现在看到附体，每个人都有。像我是在救世的，我都这么忙啊，那你们怎么讲呢？不能不知道，说能够疗愈失学，人生才真正开始有真希望，救自己啊。像给大众讲，听经有的听得进去啊，就救了，自己改了。啊，听不进去，倒不是众生干扰，这不一样。香龟啊，这今天请出来拜佛有没有差一点？有差哦，差很多。所以要了解，有时候他控制了，所以自己要去突破。佛又讲孩子啊，
啊，心不是妄道，应当啊，真实不带有任何假象。这个假象啊，人道也不懂啊。像我们今天不学佛，也不晓得自私也不行，嫉妒也不行，啊，跟人和也不行。学佛才知道，哇，这事情很严重。啊，这里人没有人和，还有自私、嫉妒、魔戒。那你看世界哪个没有？与生俱来都有的嘞。这就是要修行。你看哪个没有？都有啊。你不想嫉妒，自然嫉妒。你不想啊，有执着，自然执着。所以这个就是在修行啊。他说还是心不是妄道。应该真实不带有任何假象啊，所有的言语以及相遇都是曾经所不圆满之事。这句不好像大家也听不懂，假象我们常常不是冤家不聚头，你越放不下越是冤亲债主，没人懂来，自己损失很大。像我们人生只有一次啊，你看人生只有一次啊，搞了这带不走了，这假身在用，像你们现在啊都是假身在用的嘞，还没见性以前是这样子的啊。所以佛讲啊，孩子啊，啊，心不是妄道，应该真实不带有任何假象，所有缘起啊以及相遇都是曾经所不圆满之处啊，能够再次的圆满这些啊，应当不是在用感情动作，这个要有智，很大的智慧。像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邻居啦，包括朋友啦，啊，像我们人道来讲，有没有看到啊亲戚啦死掉都有啊，亲戚朋友死掉都有，可是我们没有给他真正的探讨。好像啊，这个人很可惜，要几岁就走，只有讲这样。还是啊，这个老爸已经走了，啊，那请问在哪里呀？像我们今天学佛，人生百态要去了解的。像我们今天的学佛，跟人家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在哪里呢？见性，找回自己，而且。佛调你身，就在无量寿经，所以而当是以慈悲之心开始度化，啊，能够再次圆满这些，应该不再是用感情动作。像这个，不要讲感情的，你的眼放不下，你不能见性的。像我们都是聪明人啊，见性也是你。不见性也是你啊，看你要不要救自己啊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不管比丘、比丘尼、四众弟子，你们都是救自己啊，没救别人的嘞。现在看到附体这么多，很严肃的问题哦。啊，才知道我们的身体啊，密密麻麻，所以啊，给大众讲，你们要改哦，改学吃亏。啊，讲我讲这句话说，我说学吃亏，你要学吃亏，不跟人家计较，不会进人家身体了。现在我们进人家身体，我有恨，我有不满，不是每个众生出来都这样在讲。还是我很爱啊，我忘不了他。像我们人道现在密码打开了，你们还不觉得恐惧啊？那你们真是有本事，要翻开我啊，这个越来超度的东西，你才知道它是无量数，无量大数，
一个头部转无量大数，无量大数，这还得了啊？我们再醒不过来，也是你这造化了。像呢，你们眼要开，看鬼，鬼在哪里？就在你身上。五脏六腑里面呢、啊，他蹲在那里，才知道这事情可严重。啊，我们为什么学佛？学真理。啊，真正的啊，这个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不会被附体下来。而且现在学佛的好处在哪里？改心，把五十照给改了。你不听经，改不了的啦。啊，你凭什么跟他化解？你没资格跟他化解的啦。这个听经怎么样？每一个都是人之初性菩萨，听了一个，我笨死啊，我都在你细胞里面，我还想报仇，我跟了几次他就走了。家里不听经啊，这事情可严重了，他咬了不放啊，你必须生老病死啊。能不能病哦，一病啊就走形啊。所以给赵总讲啊，一口气还在，赶快改。对自己啊是救命的。啊，不然不能做主，什么都零压蛋的。啊，你在人干，啊，家财万贯没用的。这不能不懂啊。所以所有缘以及相遇都是曾经所不圆满啊之处啊，能够再次圆满，这些应该不是再用感情动土，而当时要以慈悲心开始度化啊，开始这一切关系成为没有关系。想听经给众人听，好处在哪里？众人摇都不放，你们又不改，那学佛就白学了。学佛主要在情众，众生会给我们化解，因为听经嘛。啊，是开展这一切关系，成为没关系。很重要的，只要你不要有感情，谁都跟我没关系的。像人道来讲，时间短啊，感情都不是真的。像佛说结义啊，你们要好好看啊，不然在来这世间你就来白做人啦。啊，而开启这一个关系，成为没关系。那才真正称作是绝学，就好像我们跟一家庭来讲，啊，十个、五个、八个是家庭，有没有关系？你有关系，牵挂不能渐行啊。所以我在讲，啊，开启一切成为没关系，责任、教育。我给大众讲要听，只要你有牵挂，你绝对不能坚信。而且最笨就是牵挂，因为这神级的借啊借假修真的，你一牵挂，你这身体啊完全不行了。啊，这个当时要以慈悲之心开始度化，所以开解啊。一切关系成为没关系，那才是真正称作是觉学，有觉悟了。像我们现在在修行，假如说都一直在思维，你绝对不能见性，
而且我给你们讲要听哦，你们会老。假如你们今天不走出来，啊，你们一直在老。因为我学了三十年，我看了太多，一点点知识都不行，有知识就老。所以你很会思维啊，你老得越快。佛法不准的来，啊，我很早就给人家讲过了，但你们都听不进去。现在老了就来不及了，像这老也给大众讲附体多了，啊，越老附体越多了，而且你在外来的东西啊，你附体更多，你没办法复合的来。像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修行啊？跟外面隔绝，越没有啊来往越好，啊越能够找回自己，对自己帮助最大。再来在这里在修行，你要牵挂放不下，那你损失可大了。来这里在你家一模一样的，这不能不懂。啊，所觉的意义在教导灵性。是不是止于世间还是可以处理？像要给大众讲，灵敏觉知之心啊，你就有救了。你的六根接触六尘啊，你看得很清楚啊。我们现在在修啊，修行什么？把身体啊。六根就是打开呀、啊，像阿嬷就是这样打开的，啊，眼开耳开，耳朵现在比过去更灵敏啊。像你们楼下在做什么，我听得一清二楚啊。这是学佛了，啊，六根接触都没有坏，也没有老化。给大众讲啊，一定要往这里迈进。啊，咱们学佛，我们这里，重了，眼睛发了，身体虚了，不是佛法，你没有学佛，不能不懂啊。所以觉得意义也在教导，灵性是不止于世间，啊，还是可以处理，啊，灵就从这里出来了，像我们。啊，哎，以前像我自己都是从这里出来，所以啊，我们在修灵敏觉知，你能修到，帮助你很大的。所以帮助啊，需要带有眼啊，眼光不是止于丹田。这个眼光啊，也给大众讲，像我们人道最是目视，大家都知道排队要死，大家不注重这个事，所以我才讲、啊、需要带有啊眼光，不是止于丹田。像我们人道来讲，生了会病，会死，而且你看看。每个人到来看，奇奇怪怪病很多，不是痴呆，不是疯，啊，不是就有问题，样子千千万万种，才知道学佛跟没学佛差很远的。啊，学佛叫你慈悲，啊，替人想，你们要去做到。像人道不是啊，啊。自私都是自己，什么都是自己，啊！我家我孩子可以用，啊，这是我自己。你这身体绝对毁了，啊，跟世俗一样淘汰了。所以我们呢，一直在学，为什么学佛？找出口啊！啊，出口就是灵性啊，灵敏觉知的。
假如我们都不能做主啊，我给大众讲，你就太可惜了啊。一个人啊，你们不晓得死掉恐惧在哪里，你没有一断气啊，给大众讲要听啊，一断气啊，空间不同的，你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应的，不能不懂。啊，像我们为什么修行积德？德啊，越积得厚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啊，最少能够啊尽兴。假如我们今天都是为家、为自己，很快就淘汰了。啊，我在讲这个，你到外面看很多。像我们现在知道都在养鬼啊，啊，每天想吃这个吃这个也是养鬼。那现在啊，为什么这头脑复杂要断掉？你这个复杂不断掉，众灵都进来了，你这身上都密密麻麻的。这不是佛解开，我们也不懂。为什么叫你二六时钟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在救你？我们不懂。所以这事情很严重。你看现在世界难，知道会死，都在排队。啊，也没有方向，也没出口。像你们在相关大佛寺，包括现在晚上在听的，都有出口的，只要听话，像佛说结义啊，全世界没有的，把人体啊彻底的打开啊，知道只有自知害死自己，这不能不懂哦。像这么好的佛法啊，好好的修行。帮助家人啊，不是用爱用慈悲啊，教他慈悲啊，对每一个人，那你这父母就成功了。不能不懂啊，做事在所以要皆非是，而于啊真觉才是停止世间，所以超越之觉成就脱离世间之争。像我们也知道，这时间只能使用钱，啊，不要所有钱，包括家庭。既然有缘在一起啊，自己要更认真修行，把家人给度了。所以啊，超越之觉，成就脱离世间之争，那样的心可以是无限的宏远。就好像你们在访问三万啊三千万人一样，他没有佛法啊，他现在知道佛好啊，而知如此意义啊，更是先有慈悲再行慈悲。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，先心改慈悲，对五十道细胞，你把心改了，你样子变了，你再去帮助人。现在附体太多了，在我身上一抓，我看到人清楚看，里面密密麻麻，密密麻，不是像蚂小蚂蚁，比小蚂蚁更小，一坨一坨一坨都在身上，很可怕的嘞。我讲这个，你可以问问佛，马上给我写出来。啊，像我今天，哎，在那个去买那个，啊，买那个钟啊，弯回来看那女的，我说是整个背都是钟，你可以问我。现在澳洲人呢、啊，上面宽下面小，
那重点就卡在那里，背很多了，像我们现在背大家都有的来啊，先有慈悲啊，对待自己的慈悲，就是对自己五十造慈悲。像你们现在不改，你怎么跟五十造化解？不能不懂的嘞。啊，对自己慈悲，意思不是放纵，也不会松紧，就好像我讲修行，啊，自己要备战的嘞。24小时怎么去备战？不要去放松，很快就见性了，可是没有人做好。像以前啊，啊，我爱拜佛，我都在楼上，人家讲我疯了，不晓得我都在备战。啊，有一天睡不着，我高兴得不得了，哇，赶快去拜，拜了累才去睡。时间我都很珍贵的嘞。像你们拜佛很苦啊，啊，读经也苦啊，不能见性的啦。现在我头部啊就请这么多了，在背部也请这么多，你才知道这事情很严肃的。每个人密密麻麻的啊，说对待自己慈悲，先有慈悲，先对待自己慈悲啊，赶快改个性啦，先救自己啦。对自己慈悲的意思不是放松啊，亦不是松紧，完全需要更加精进。这时间啊，两点就是两点。你贪睡就输了，修行啊，你要贪睡，那不是学佛，最基本的佛法都还没进来。下来我来讲啊，我假如说我在修行，要想早一点见性，我是这样啊，很密切的啊去安排我的时间。这是佛法啦，这等于修行的啊。假如你们修行很松啊，好像在家一样，照三餐睡啊，照三餐，那不对的。那不能见性的。啊，那时间排得满满的，把自己都忘掉了，见性了。现在老人已经不行了，年轻人还可以奋斗。现在我跟你讲，身上都是重灵在吃东西，现在我叫他问佛给你们看，每一坨都很多，每一坨，尤其澳洲人上面宽下不下啊，他的脚跟都这整个都是重灵。所以这个对自己啊啊，这个慈悲意识不是放纵啊，亦不是松解，完全呢、啊、是需要更加勤起啊，这个知道改过自己慈悲，知道帮助一场是慈悲，知道解除他爱是慈悲，知道化愿大心是慈悲，知道舍身为众是慈悲。啊，能做到这几点呢、啊？你是学佛人呐、啊，不能不懂。啊，知道行前不计代价是慈悲，知道找回自己本能是慈悲，啊，知道帮助自己、帮助他人更是慈悲。所以这几段里面，好好去看，尤其比丘、比丘尼，像。我也给大众讲
很多人不懂，玄火有压力，你不成才。学佛啊，更能够精明，更快乐。啊，学佛是救你自己，你有压力，那救不了了，也不可能见性的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在相关大佛寺学的是大法。啊，他的身体啊，是科技的科技啊，百般武艺啊，给大众讲啊，在身体开化的嘞。像现在科技是外来的，那个都用思维的。你只要用思维啊，你身体绝对被附体。啊，早上那一篇就是这样。做什么事不用思维的，啊，慈悲的真实全在真实无心无念之中，你看一有心有念呢、啊、你就输了，啊，你身体就不净了，没有布施啊，心中的真与诚啊，布施不是钱财布施，身体布施很重要。但的无心无念，这是孩子应该学习，那叫大慈大悲。下来我的心量，你能学得起来，你就成功了。只要你是人道，我都可以养你了。没有人做到这一点的。啊，养你看你成不成佛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慈悲之心呢、啊，不是谈论感情，说任何的啊情感都不该是混谈于其中。像情感是身体在用的啦，假身用的啦，不带情感帮助才能够真正落实。你只要有情感，你绝对不能见性。啊，不带感情帮助才能真正落实，不给予啊，事后想象机会。假如事后有想象，你绝对不能见性。像我们净化很重要，对自己帮助很重要，所以观净观净啊，观节的心印之行啊，所帮助的都是希望对方可以真正成就，所以要给大众讲，要做这条路，不要在人家身上要得到什么，付出了就不要收回。假如我们啊付出，这个人要在他身上得着，那你绝对不能见性。就好像你照顾人家，他不感恩你，给你大吼，你哭了讲着，你看我对你这么好，你这样对我，那你这不是布施？像外面很多，付出啊，无痕的来。啊，付出的无痕给大众，你尽心。像这世界都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哪个是真的？只有你啊，每天开悟是真，每天尽心是真，离你觉知是真，不能不懂哦。啊，说慈悲心不是谈论呐、啊。好了噻，来，我念给大众听。你们身上都养鬼，看你们要不要勤精进。啊，苏师姐说到我们身上密密麻麻的，啊，一堆一堆都是众生，
是在养鬼。青蛙开始，此为事实，此为事实啊！我讲的好啊，书见眼见呐、啊，是为眼明，事中之身呐、啊，啊，意为鬼体，啊，暗器名位，啊，成为佛身，人待众生普。此时得知啊，人转可转，但力转，啊，由心明悟，啊，由喜，啊，行精进。鬼体转佛，慈悲啊！若此是见性为这单啊，法师啊，我要送你啊，因为刚好给送给法师，啊，我要法师成佛。我告诉每个人都满满的啦，因为我现在眼睛又开了。我今天看到的，虽然他穿的衣服里面动作我都看得清一清二楚，都是鬼。我也能看到你身上有没鬼啊，把你吓死了。有没有看到法身啊？看好啊，你们大家看好再还给法师啊。你先看啊，你们啊不懂，我们都是在养鬼的嘞。而且你们那力量没有啊，更阴气更明，众生更多啊。像给大众讲啊，早上啊跟拜佛跟下午的拜佛，不要讲有没有差。早上拜佛是比较清明一点，晚上比较沉，对不对？对了，现在我是跟你讲，是说你要有这感觉，因为晚上啊，这个都下来了，啊，都不能骗人的，啊，现在我们也是要找能量啊，所以你要了解啊，身体都是鬼哦，都是鬼在吃东西。啊，现在闻到大法了就不怕了。这个大法也给大众讲啊，用慈悲啊，用慈悲啊，用这个心啊带动五十兆细胞，这不能不懂的。现在回归生态也是鬼在吃东西啊，你看他走路啊，比较重，就比较多了，不能不懂。啊，说慈悲的真实啊，全在真实无心无念之中。啊，没有不是心中的真诚与诚的，乃乃无心无念。这是孩子应该学习教大慈大悲，这张看也会看，看这张就知道，你大部分都不能做主，因为附体太重。这张啊，佛解答了，你们可以看。像我们现在啊，这么好的佛法，你们为什么啊不认真去学？因为附体太多。你的个性啊把他绑住啊，你没有办法出来，他抓住你，就像他的师父啊被踢走一样，可以讲一把交椅的。你现在知道吧，没那么简单。像啊这个全身都是鬼啊，假如说你真的不好的修行，你脸就变成鬼形。像你、啊、好好的看，澳洲人很多，啊，脸就变成鬼形了。像鬼形啊，啊，他的姐姐就他跑进去了，因为他的样子就有点鬼形，因为太多了。这不能骗人的了，这个要自救了。
像我们都不能做主了，这事情可严重了。啊，学佛给大众解就是能做主了。啊，所以说慈悲真实，啊，全在于啊，真实无心无念中，没有布施啊，心中真实与诚。啊，那样无心无念，真是孩子应该学习的，那叫大慈大悲。啊，所以慈悲心啊，不是谈论感情，说任何的感情都不该混谈其中。像我也给大众讲啊，像我们的身体，往这个东西都不能尽心的啦。我也给你讲，我们身体有限啊，有时限的嘞，有时间的嘞。不要为这身体付出代价太多，不好。啊，说不给予啊，事后想象机会。啊，不带感情帮助啊，才能够真正落实光净关节的心印之行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我们学净土啊，啊，越没有东西越好。啊，里面越空，只有六字红名。那我告诉你就赚到了。在吴家集去拿来看，在吴一会那里，每个人都在养鬼的啦，没有一个在养鬼的，每个人都在养鬼，因为我看你们都密密麻麻的，所以啊，你们眼要开哟。这不能不懂啊！说不带感情帮助才是真正落实啊！关节关键心印之行，所以帮助都是希望对方可以真正成就，真的都能成就的，每个人都可以。现在不能做主，附体太多了啊，自己呀、啊、没有能量，也附体太多。那有没有就有，拜佛。像现在，你可以问贵药家，我叫他拜三天的佛，他背轻松很多，对不对？本来背压力很大，因为你背啊，他附体太多。啊，我每次看你都这样，有没有？那个众生就是太急，那我现在叫你拜佛，你又这样又起来又这样，他佛光又照，你的背就轻松很多。还没有，刚开始啊。啊，我每次讲经你都要拜佛，啊，众生就化解了，很重要的嘞。你问他，他背差很多。啊，你给贵药家看，也是重灵太多了。所以我给大众讲，拜佛直接救你，不拜佛救不了你，不能拜佛你就输了。拜佛很重要啊，所帮助都是希望对方可以真正成就啊。每个人都养鬼啊，因为你没看到我们病都从里面出来的，这个我已经探究很久了，我也看了很久了，在问佛完全印证，我在讲你们不信的，啊，叫佛大，你们就信了。每个人都是啊，像有的人很会吃啊，很瘦，哇，吃一吃都是鬼在吃，不是？啊，你呢？越亲近越亲近，吃的东西就少了，也不用吃太多。很重要的啊，所以啊，帮助都是希望对方可以真正成就，但不是帮助存在于时间中，帮助啊给他出口啊，像我们帮助在相关大公司，你们赚到再来，给你开智慧，给你能做主，给你能够自在往生，没有后顾之忧，
全世界只有这一家，你说呢？对不对啊？要不要说做？要做，大家都要做，有没有道理？越做对自己帮助越大。差很多，你看，华为在后面是黑的，来这里是没有黑的了。我家坐第二排不黑，真的，后面满满的嘞。好的亲近啊，对自己帮助非常大的嘞。啊，像这个华为要给他打起来，啊，给大众看。圣诞都是鬼啦，没有一个不是洋鬼啦。啊，你越执着，越执着，鬼越多了。那你越是鬼，越是鬼，鬼越少。今天你圣诞就睡觉了，他不会找你麻烦。就好像我在旧时，今天我圣诞都睡觉，现在出来。每个操纵啊，像火山、岩山，我都去操纵。啊，那个火山，那个火山啊，一爆发，那个岩浆的，那个整条，我都操纵嘞。哎呦，都是在我身上，来我这快出头了，也无所谓，到时候剃光头，跟你们一样没关系，因为他，我心里有准备。哈，救助没有那么简单的啦，你说呢？有没有道理？你看看，在外面。哎，华师啊，看看外面是不是三个大地绿的哦？像以前干，对不对？像你们功劳很大的嘞。阿弥陀佛，真的很棒！你们看这颜色多好啊，天大的颜色，你们看啊！你看，我们虽然是魔界，可是我们想要去西方，你们看到美得不得了。啊，所以啊，好好的经营啊，对自己啊帮助很大。这个可以的，印一张给我啊。对啊，张俊先要看一下，都在养鬼了。我们身上都是鬼啊，讲鬼啊，比较大家比较听得比较好像刺眼，讲幽灵啊。啊，所以啊，我希望可以晓得出世间道理。所以啊，人道来讲啊，他没有秘密，也不能做坏。只要你真心啊，给大众讲，对你帮助最大，尤其是慈悲。现在活在教慈悲啊，大家要去做啊，对谁都慈悲，没有一个不慈悲。感恩到来，给大众修行很轻松的嘞。啊，假如你有压力，你就不存在了。因为是救你也不是救谁、啊、这不能不懂。所以啊，慈悲是帮助迷惑之人解开啊悟性。像我们都很害怕说看到鬼看到鬼，我们全身都是啊，看鬼还怕鬼，全身都是的嘞，不能不懂啊。所以这希望可以晓得出世间道理，慈悲是帮助迷惑之人解开悟性，啊，不是帮助迷惑之人更加迷惑。像讲的，我们帮助人迷惑跟迷惑最很重。啊，我们只要讲人家啊那个，我们都有罪的嘞，不好，只能存好心说好啊，这个说好话，多看好，不看坏。啊，所以啊，慈悲是帮助迷惑之人解开悟性，啊，悟性不是帮助迷惑之人更加迷惑。每个人都要修行的、啊，看自己修行的啊慈悲有多少。啊，你知道越慈悲越慈悲，不是烂慈悲，啊，越慈悲越慈悲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啊，你要见性就非常快。就好像你帮助人做好事，啊，叫人家布施，像以前我叫人家布施，那个都摆地摊，哎呦很苦，孩子多，我从叫他啊一块钱，啊五十块，慢布施，后来布了生意都很好，买房子了，还想啊老板娘啊，你叫我这就真好啊，他们都叫我老板娘，这以前呐、啊，你说有没有道理啊？
他我教他的真的很苦的人，我会教他说，哎，你要布施一点啊，你去布施，你会以后会像泉水，因为我一路走来都会长好，就是一直在布施啊。啊，这个给大众讲，你有修就有德啦。像这个慈悲，大家一定要真正去做。啊，你越慈悲越慈悲，越帮助人，啊，你要的尽心都非常简单。所以用感情的投入，啊，所以啊，已经将所有的过程变得不够透明，啊，甚至所有皆已变。啊，变相不同是真的。现在人很棘手在那里，啊，来到这里啊，你们不想被附体啊，好好的听清，啊，把个性真的180度的转，不然你们附体没办法做主。我发现呢，这么好的东西啊，你们都不能够接纳，表示你们的众生不给你们成就。我好心劝你们，你们要听。这么好的东西，见性很简单的，可是里面好像很困难，这不能不懂。啊，这个附体太多，大部分都是自私啊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佛法来讲，一点自私都不行，一有自私对自己，啊，是个毒药。啊，所以这个佛讲，啊，神智所有皆以变相不同，没有。感情才好办事，是真的。啊，像我们呢，在佛法来讲，佛法，啊，我也给大家讲，非常好修。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啊，人道比较贪婪，这个贪婪很多人抓不住这个贪婪，啊，就好像说我要这个。我又要这个啊，那我给大众讲，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你要选一个啊，叫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啊，你两个都要，你绝对会生病。世间法啊，出世间法，世间法你可以顾，你不牵挂你成佛。假如世间法啊，你来念佛，你世间法没有烦，你身体会生病没关系，你这绝对不能成就。只能挑一个。这个话你们听了，啊，好像说啊这么简单，还要挑一个，只要你有思维，就不能坚信，就不是净土。啊，要180度的完全领悟了，不然不可能进行的。啊，说没有感情才好办事，不是慈悲，这容易滥用慈悲，而且会偏离中道。那我们学佛来讲是中道两边不存。大部分都偏离中道啊，所以这个最后自己也容易遭受淘汰。像现在我们的身体众生这么多啊，谁淘汰谁啊，都自己淘汰自己的嘞。啊，为什么自己淘汰自己？自己不正众生就下手了，啊，你身体给众生用走了。现在外面很多的，啊，很多人讲说他不是他，可是明明是他，吃东西绝对有改变，不是他，这不是活解害，我们也不懂。啊，说最后自己也容易被淘汰，因为不够慈悲的当下，就是自己同样失衡，就是你身体被用失衡了，啊，变啊，
使自己发自真心的啊想要帮助解救，但是不懂的智慧只是同时赔偿自己。所以学佛给大众讲，不能自救，去救人救不起来。像一个人来讲，这个话转这，这话转这，转来转去，啊，你没有智慧，他打不开的了。这不能不懂。当孩子，啊，缺乏看见生命真实，生命是平啊平等的，但生命是否具有智力，这句话就很重要，是你做主吗？因为你里面有50兆细胞，啊，生命是否有智力，以及是否能真啊能还能真实。所以我给全天下学佛讲，自私自利啊，你自己陪葬啊，不是你本人的啦。像我讲，你不是本人啊，你也无可奈何。为什么？你不能做主。所以给全下讲，千万不要自私哦，千万一定要真理哦。讲你不是被附体，早坚信了。这么好的佛法，怎么醒不过来？附体太多了，不能不懂。所以世间的娑婆空间，啊，容易清常。藕断丝连的感情生命，骗人的啦！你看，付出代价就是轮回。像这个身体在搞东搞西，我都不停的嘞。叫人比丘、比丘尼学我这一招啊，你道场都很好过。身体在做作的都不要去，像啊，对呀、啊，讲道理也是身体在做作，不能骗人的。说世间是娑婆空间，容易啊牵缠藕断丝连感情生命，但与灵性的真实论上，生命的加持慈悲啊，应该带人往生。所以为什么末法时期人道这么难度，护体太多，没办法度人道啊，很难做的嘞，啊，为什么难做？都不能做主，怎么去做？这么好的东西啊，都不能做主啊！难度早度了，所以啊，感情深处是不能具有往生的能力了。像不要讲说感情了、啊，你只要思维自私啊，你要往生都出问题的。像末法时期啊，啊，你看看，人道来讲就很可怕了。每一个人就有个性，每个人主观都很强。我给大众讲，你们学佛就赚到了。接下来你去夜市还是这个啊大菜市场去看一下，不是人在生活的嘞。像我们自己啊，在这里进化，找回自己啊，能够自己做主，外面不行的啦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自己不能够往生，啊，帮助他人也不能往生，所以这不是慈悲的事业。像要给大众早一点学佛，这个身体啊，绝对不要给人家用走。像我们现在大部分身体给用走很多，也不懂，
像我们只要在这世界有一点贪婪啊，大部分都不能自己做主。像你们现在在相关大佛寺，不是佛解开这个大经啊，你们不懂啊，不是自己也很多。你身体给人家借用走了，像我们啊，越执着自己啊，越你的身体越不是你。啊，越是帮助人，越心量越开，这身体绝对是你，这叫做真理啊。这不能不懂的。像我们现在教学是我佛南无阿弥陀佛哎，啊，能够好好的学起来，那不得了啊！所以感情深重是不能够具有了往生能力的了，这也不能往生，而帮助他人也不能往生，这不是慈悲的事，是一种世间感情深重的互动。说真正到最后还是沦为啊沉沦啊众生，箱子不要沉沦。哎呦，看到动物这么多，像我超度了一出来一大堆动物啊，不然一大堆蚯蚓的，哇，这么多，你没看我请很多的嘞，啊，你也在生活，我也生活，我都这么多，你不多，这不能不懂哦。现在我们的身体啊，布施掉最好，不要一直想身体啊，自己就给自己给毒死了，啊，又不能做主，像啊，给大众讲啊，佛讲的，你只要生老病死啊，你就是沉沦的，不能病啊，也不能死啊。很重要的嘞，啊，不懂真实也是沉沦，啊，所以啊，给大众讲，不修来讲，修要真修，所以啊，啊，这个著作违念更是沉沦的行为，像人道不懂啊，像啊，我们情愿牺牲了，我再给大众。情愿牺牲了，啊，也不要去害人。这个著作违逆的，很多人不知道，著作他儿子啊，杀盗淫妄，现在社会很多。像啊，有钱人呢，啊，教育都不教育啊。像人道来讲，都是一两个，给他吃最好的，穿最好，一点教育都没有，这孩子生出来很可怜的。说孩子，慈悲的意义深广，慈悲是帮助人开悟，也帮助自己开悟；慈悲是帮助人啊解脱，也帮助自己解脱；慈悲是最棒的。利人哲学，就是孩子是我真正知道。像我也给大众讲这个宇宙准则，这里宇宙准则是纯净纯善的世界，你身体就不会被啊侵袭。假如这个世界你从外来找来，把自己污染了，我给大众讲，你都要受报的。不能不懂哦，像我们解义啊，啊五本呢也讲了给你们听，啊好几次啊。修行啊，养心养性就是养慈悲啊。那养慈悲干嘛？救你自己，没救别人。啊，假如说你不慈悲啊，就把自己给毒死了。这不能不懂啊。
啊，慈悲的心念是完全平等，无有分别，所以真心诚意无限的付出，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，要做。像我在养人都很简单的，啊，从这个二十几年来都在养，啊，养人啊成佛，这大家要做的嘞，啊，你养人成佛，自己也成佛。所以真心诚意的无限付出，但心中恒常自在。像这个恒常自在，你们要学在哪里？世界什么都是假的，啊，能够借假修真，帮助人开悟多好。嘿嘿，这个阿妈教你啊，高照的。像我们现在都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，啊，能够救一个带一个。对自己帮助很大的，啊，所以这个慈悲的心完全平等，无有分别，真心诚意的无限付出，但心中恒常自在，啊，无有动念天然自性，这是真的，就是要你成就，要你成佛，很棒的嘞。像你要学我这心态啊。你不见性的人见性啊，像你看看佛祖在救人啊，为什么喜欢极乐世界啊？啊，不用做生意，也不用上班的，啊，你要吃就有。他那个世界就是心想事成，啊，去到那个地方说，哎呦，我来这个啊，这喜欢这么久啊，怎么没吃饭？他马上100道菜在你面前，而且我又不饿，又没有了，这不能不懂啊！啊，所以慈悲的心完全平等，啊，但心中恒常自在，无有动念的天然之心，只有希望用着，啊，慈悲帮助对方开悟觉悟，那你就是一回开悟了。像阿妈今天就是一直给人家开悟，自己也开悟了。所以我劝人家好事要做，做无做无做无做，把它忘掉，对你帮助更大。啊，说随顺因缘呢，不起心动念，帮助他人成长，不是帮助后还不见成长。现在佛在帮你们成长，假如你们不见成长，那我告诉你们损失可大了。现在是佛在教育你们的，你看每一句话都叫你改正的，所以这其中的差别还是自我明了，是慈悲不是滥用慈悲。啊，不能不懂哦，而且是真慈悲，不是假啊，虚假之慈悲。像这人道，像看到这一段，我也给大众讲，啊，我们心为什么不真实？现在看外面的很心啊，啊，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又有一手，像这不能坚信的。这只要你是。在做这个啊，这个慈善事业，你心还有你，你不是在布施啊。这给大众讲不能不懂，所以佛才讲啊，慈悲是门真实的学啊，绝学。这句话有一个绝在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真正慈悲啊，你是一个觉悟之人啊，不能不懂的。啊，说孩子啊，是我学习慈悲的道理。啊，虽舍不舍，能舍，唯一道理是真理。
虽损啊不损，人损唯一道理是真理。像啊，活来投资你们，你们成长，把自己给救了。活来投资你们，你们不能成长，那给赵总讲，自己给自己给灭了，这不能不懂啊！说不用感情名啊，自与觉能成就真理。像我们修行啊，没有定不能见性的啦。像这么复杂的社会啊，每个人都在翻搅啊，这喧哗才怎么翻搅，你都能够定，那你就是真学佛。你看哪个不翻搅？像人大像你们在这里啊，听经久了心就平了啊，不然你看一上一下一上一下，自己好苦哦，不能不懂。人只有一个身，搞了自己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都是自己搞的嘞。这不能不懂啊！说孩子啊，慈悲不是滥用慈悲。啊，真慈悲不是虚假慈悲，慈悲也是说，啊，是门真实的绝学。孩子是否学习慈悲道理？虽舍不舍，人舍唯一道理是真理。其实给大众讲，这个真理啊，跟这个绝学啊，我就给大众讲，我们不是都在造因吗？好因好果，你叫人家认识佛法，能了脱生死，你自己就了脱生死了，这就是因果了，这叫真理了。像我们现在人道来讲，这因很重要，假如这个因你造得不好，你因果背不完的嘞，说不用感情啊，明智啊与觉能成就真理，成就真理就把法身给找到了。像人的很难度的嘞，不能做主太多了。哪一天他能做主啊，就见性了。这不能不懂，说能定与明。能使大慈大悲啊，明智与觉能成就真理，不能不懂的嘞。所以我们要慈悲啊，帮助人开悟啊，也要帮助自己开悟，慈悲帮助人解说，也要帮自己解说啊。慈悲最棒的是利人哲学，就是孩子是我真正知道慈悲心练是完全平等，无有差别，所以要了解，像这世界本来就是平等啦，我们变得不平等了，不能不懂哦。啊，对自己啊，不平等对自己是一种伤害的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慈悲。所有孩子应该啊学习的重要功课，像现在啊，你也知道学佛，我们身体是科技的科技啊，这个科技不是外来，也不要花钱，它就在你心啊。现在佛在讲，你能调整整个心，你见性非常简单。啊，假如这个心不能调啊，你五十招难调啊。所以这心调什么？看好慈悲，什么都看好慈悲。
你就见性了。啊，但人世间中容易迷失啊，忘记原本当有的本局。啊，迷失另外的外局之中，这句话大家要听清楚。像我们呐、啊，往内在给大众讲，找回自己。你往外面呢、啊，我说假身佛祖在家，不自在，那个叫外局。啊，忘记原本啊有的本具，这本具就是内在，所以啊，迷失于另外的外之中，所以孩子应该是啥，中道于明，所以听经很重要。像我们修行啊。能够做主就是觉啊，觉而不迷，静而不染。能够觉就有定，像修行的没定，你不能降伏魔怨的来啊，那个魔怨也是自己啊，降伏自己的魔怨啊。为什么魔怨自己呢？我们会欺负，像人道最怕就是看不好，只要你看不好你就输了，这不能不懂啊。所以中道与明啊，啊，决定无被动摇，能成大事，就是在用这个假身啊，真正的慈悲。像我给大众讲啊，我们今天做人来讲，今天死了没有，人家不会找你的来。人道很不值钱的来啊，人道你能慈悲啊，介绍人家认识佛法，走这条路自己又能够有觉也定，还能够见性，给大众讲你是救自己。像现在我也给大众讲啊，你现在跟着佛造是好因耶，啊，好因你觉得好苦，假如说你还是个人往外啊，啊，攀学，你输掉了，你身体整个被拿走了。所以外的东西啊，给大众千万不可。我给大众讲要听，像我们的时间很紧凑，啊，什么叫做时间很紧凑？大家可能就我们睡，啊，时间短。你看现在人能活到100岁很少啊，在我们这短暂的啊这个生命里找回自己可以的。所以能成就大事啊，说佛也希望孩子能够慈悲帮助众生，你不帮助众生自己也不能见性啊。啊，这个班啊，做不做不做不做，做了就忘了。假如你做了，还有污染，那不是佛法。啊，污染说啊，做了怎么样？啊，这心又挂着，那不是佛法。像我们在做，做不做不做不做，啊，做了就没有。我告诉你，你晶莹剔透。我讲这个话也证明给大众讲啊，你做做能做好，你这心改啊，其实这世界放法的把你自己给救了。现在大家都在放法生活啊，你现在学佛才能找回你自己本能。假如你今天本能不找到，你死掉了放法你没有了。像现在我也给你们啊，里面细胞讲，你看你细胞满满的众生，恨你进去的，爱你进去的，不平进去的，所以人道的个性还要吗？
啊，你还要这个个性呢、啊，那你就输了，绝对不是你本能的来。这很严肃的问题哦。像我们第一个就是身体好，不虚，身体虚的不好，那不是修行人呐、啊，这不能不懂。啊，所以佛才讲决定啊啊无被动摇，能成为大事，成就大事。佛也希望孩子能够慈悲帮助众生，真正看见众生苦。那问自己苦不苦啊？像你们自己不明啊，不能做主，很苦的嘞。啊，像我要拜佛不能拜，我要念经不能念。啊，我做什么事情提不起精神，你人道很苦的，这不能不懂哦。像我们真正的人道来讲，做什么啊，精神百倍的，尤其佛法来讲，对你帮助很大的，所以真正知道如何帮助，那你的慈悲才真正符合真理。像我们现在佛在讲建议，就是要你们醒来呀、啊。像为了这个假身啊，很不值钱的啦，又不能见性。现在也给这种外来东西最好不要，会迷你啊，无法自拔。你魂就被勾走了。现在你看看我们的牌位出来，每个众生咬牙切齿就是要报仇，这不能不懂。啊，所以这样慈悲才是真正符合真理，或佛所说的宣扬与教导大慈大悲的信心。像我们跟着佛学，没有大慈大悲心性，你没有成功。像现在整个大地都是重力，很可怕的啊，每个人身体都满满的活解开了。所以你们这个心啊，给大众讲就要注意了，这心一定要好，不然受苦是自己哦，没有人救你再来。所以我所希望所有孩子都能够成为导师，这句话就是救你了。你知道佛法浩瀚，它是教育啊，你能够去给人家讲解啊，就把你自己给救起来。不能不懂，说成就迷途，成就非凡的真理。我也希望孩子说孩子都能成为导师，那样世界也能够直显希望极乐世界。现在我们下官大佛是真的直显希望极乐世界，你看祖师大德都在这里、啊、所以这个慈悲啊，学佛没慈悲不能见性。那个慈悲是什么啊？我要拜佛啊，给众生，我要念经啊，众生跟我念经，把五十兆细胞给度了啊，不是五十兆细胞坐在空间啊，扬言在等你啊，那不是佛法，不能不懂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访问前人啊，知戒莫犯，戒律的戒
所以啊，修行的路要有成就啊，要克服大问题，就是不要波动，啊，不要心动，因为任何的波动、心动就是发出讯息、讯号，只要与这些讯号有缘的众生都可以说它，这时候更是受苦之时。如果没有决心及时止住啊，苦无此时。随着有决心的人分成很多种，大的波动、心动能够知道，及时止住，这是常见情形。再进一步，微细的波动、心动也可以察觉，这是稍微有定功的人啊，能够让自己不要受到啊大的痛苦。再者就是不知不觉的人，波动不止，不知止住，就任由自己行为啊、念头让波动啊这个牵着走，说不但啊造业，也难逃现世报啊。若是在佛寺，啊，修行还有这种情形，实在是应该自我检讨改进。所以啊，修行修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，啊，戒定慧三摧成就，必须要先做到自我要求及克制下，啊，克制下说好戒律，才能够更进步，定功现前。若无定功啊，也难以守好戒律，所以容易受到外现环境及人事物的牵引而犯。啊，本不该为，即不该为。若是为之，更有动，让人波动心动，便可知道此人定功不足。所以啊，像有杂染，只要有啊杂俗，这个除此杂染必须有心啊。若无戒心，难以除去杂染，更谈不上精进修行及见性。因为啊，杂染是啊积习已久之恶行，若非戒律啊加强啊这个四规啊规定执行，难也所住不放，所以啊而造下的因得到恶果，所以维持自作自受啊，此为自作自受啊。其尤其啊佛门的僧侣啊，僧侣啊对戒法的要求是动了念头即是犯戒啊。以韦陀菩萨三番两次对大家提出的戒律重要，乃是因为在这里清净修行环境下，若要得到净法好处，若非以外力啊规定及戒法啊来严加锁住难以克制的念头，所以这行为啊难以帮助大家去了得净。但是最重要的，虽然可以提供这样的帮助啊，也要自己愿意提起正念啊，正心。所以有心啊，这个有心去面对自己问题，并且愿意去改。像呢，我也给赵总讲，你讲的不改不可能见性的。像我们现在修行就是改我们错误见解、错误行为，这不能不懂。假如我们那错误见解、错行为都不能改，那我告诉你绝对不能见性。所以这个那才是最重要，才能收到了实际的效果，是持戒成功得定开慧的关键。说在佛寺中禁止使用私人的手机及进入与佛寺不相干的网路，这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自我要求，
像这张啊，比丘比丘尼都要看啊，这个，哎，韦陀菩萨写的，其实是要大家用私人手机进入私人网站，空间动力机同步传出波动，除未见的人物质之外，空间所有众生，包括韦陀菩萨啊，遭遇之，更何况啊，这个诸佛菩萨在这还没有说到啊放戒的结果前，自身的冤亲债主都已经说到啊，已经说到好处，也就是说能够有机会讨报，所以此时啊，韦陀不会啊干扰众生讨报，因为这一件事情啊是诸佛对佛事的一再强调。啊，强调的是，若是初犯韦陀可护守，若是再犯，啊，我就放手；若是一犯再犯，甚至直接放戒。对此的顽固之示众呢，即由冤亲债主韦陀不会上啊上不会上加干扰。在佛事中啊，毕竟是佛地，说佛所在之处，冤亲债主大众不敢放肆而为，要知要如何自我检讨是否啊有些情形，如果自己的问题一直无法改善，昏沉掉举是最常见的啊，就表示不只是啊是上私人的网站或用私人手机这件事，而是每一位师中弟子都有自啊修行的视角啊，也知道啊，知道过放过啊，理由是因为很难改，但因果及冤亲债主不会因为难改而放过师中，所以因受恶果还是该受吧。所以不论如何的难题，还是要提供更大的决心啊及毅力去改，否则啊受害最重，伤害最深还是自己。所以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听韦陀劝告，严加啊附守自己的心念啊及言行啊。啊，贾博士讲流浪转身，在贾博士讲。血液顺着血管形成大小啊，大小渠道，每个渠道所经之处好像穿越了大小啊江河，血液通过各种不同的啊器官都直至全身，说每一个器官啊都会说话啊，也都有反应。当血液啊浓稠时啊，血管其实又发出警讯告诉我，这样我很啊吃力，但是主人呢却是继续抽烟啊喝酒，甚至啊大鱼大肉。当我们已经多次的阻塞，主人开始觉得身体不适，于是经由嘴巴啊溶解的药剂，暗示用药剂将我们血液的浓稠度降低。啊，时常是这样的结果。啊，我们血管内充满了药剂味，每一个器官都讨厌。啊，都讨厌这个味道。所以这个最后啊是一层又一层的药剂就堆在肾脏。肾脏别无选择，因为这是他的工作，他不得不接受。日复一日，器官啊，随着每天的使用，跟着这身体一起老，累了甚至好想要罢工，啊，又或是被这个身体的摧残，有些垮，器官告诉身体，我真的已经不行了，身体下场，啊，冲去离自己最近的医院，医生宣判，你的器官必须割除，身体很轻
下啊，器官很伤心，就因为这缘故，身体开始做一些生活上的调整，但已经太晚，因为已经老去，啊，被摧残的器官已经回不去，啊，真的，啊，所以状态每天都在走下坡，最终呢，连药物啊或医疗设备也帮不了身体，只等到心脏啊绿色是归于零，啊，生命就在这样给止住，终于零出体，看到自己身体，觉得很伤心，觉得自己还没过完想要的人生，但为幕后人生的折磨真是苦不堪言。我的灵啊，伤心地哭泣，我不知道原来这条灵才是真正的我，这个身体只是短暂属于我，所以生命消失后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此刻我入了地府，还在跟阎王理论，为什么自己生命这么快就结束，那为什么要承受这么的痛苦。当阎王已将因果告诉我，我哑口无言，我被判刑要去当一个鸭子，我不想，我请阎王给我弥补的机会，但我的众生不肯，他们很生气，他要求阎王一定要公平，没办法情况下，我还是当了鸭子，当了十几次的鸭子后，才呀啊以尽其被温暖的光给救起，我被送上华净土，而后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愚痴跟无知，我曾经为情所困，啊，曾落入地狱，当人后又当鸭子，这一切我都不想再，啊，不想再经历。我欢迎求生西方，我知道我有很多众生在等我，我忏悔，也希望来历有能力啊，可以赎罪。如果感谢啊救我的师父，还有啊啊让我乘坐那个朵大莲花，我现在回念佛，不敢忘情，该要念佛啊，感恩啊师父讲经让我明白很多，我会继续努力听经，有机会可以舍身为众，感恩相问大佛师诸位护法啊，此处人问未见，金光庄严无比，叩谢啊！他就在华净土啊。像我们修行人啊，服务啊是种布施啊，这个世上之中布施心在，知道回归社会，那我们学佛也给大众讲啊，现在我们是跟佛在学，所以要给大众讲，心都要有布施之心啊！你有布施之心啊，对自己啊帮助最大。像今天啊讲了两篇了，你看都是自己要救自己的。我们的身体是假的，我们身体不是真的，啊！像我们现在刚刚看到贾博士讲这个来讲，你看。做人的时候不懂啊，他也没有福报，没有闻到大法，你看身体啊都变了，现在外面太多了啊，你看现在医院茫茫啊，啊茫茫的都是啊在医院，像今天你也看到我们圣诞都是众人，每个都是鬼，说我们圣诞都不能做主，所以啊，给大众讲，佛在讲解业啊，大家要听，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，好好的找回自己。像修行来讲，没有压力的，你有压力啊，你不成才，你绝对不能坚信，是救你，不是救谁呀？你有压力，那你不是不成才吗？啊，像拜佛啊，啊，
念经啊，念佛很重要的嘞。啊，为什么要拜佛？消业障啊。啊，为什么要念经？了解啊，听经了解，改命运啊。啊，这个要至于一片的真心，可以坚信的。啊，人很苦啊，修行不苦啊。啊，修行改个性，自己能够调哦。假如自己个性都不能改，那你太可怜了。啊，你又回归大地了，这不能不懂。啊，最简单的拜佛、哦、念经啊，啊念佛都不行的，不是学佛人啊，一定要突破的嘞。啊，你不突破，你想见性，不可能。所以啊，这个佛讲啊，孩子不懂得做，所以需要教育啊。世间之中，布施的经在于知道回归社会，啊，这个社会有些人回去社会，啊，当义工，所以给大众讲，来相问道佛是不得了，主要在见性，啊，能够见性啊。对自己帮助是最大的来，啊，愿意帮助的心是最好。像我们也知道啊，一分沉浸自己一分利益啊，十分沉浸自己得分十分利益啊，不能不懂啊，啊，所以要克服自己的个性非常重要，主要在慈悲。像我们学佛不慈悲，你把自己给毒死了啊，你不慈悲对人，你不能见性的。像学佛你还很自私啊，你不是学佛也不能见性的，这不能不懂啊。啊，所以给大众子，自己要救自己，没有人救你的。啊，你要看到，啊，老了不能做主，能看得看得见的，都不能做主啊。啊，所以佛才讲，修心修性，啊，也是为人当如流水。上上若水，从上如流，所以若水行遍处处都能够自知。我们在学这个嘞，像人道不能做主，太可惜了。所以如流所行无力，作无作，说善心善行服务大众。像问大佛是这样的嘞，真正服务大众救自己啊。啊，像我们的身体啊，一定要去克服。啊，不能给众生做主。怎么样克服了？拜佛、念经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假如说你不能念经，也不能拜佛，不是佛法，也不能见性，不能不懂。所以服务啊，也是同样是啊自己。这别人好也是自己的提升，孩子修行净土心性应该回啊同等转变，像净土法门要修啊，啊越静越静，对自己帮助越大了。